八了 ，Yuki 来了，倒数三二一零，给我注意注意，鱿鱼掰了，鱿鱼快乐，倒数三二一零 ，Movie Movie 还是那个我，鱿鱼掰了 ，Yuki 来了，倒数三二一零，给我注意注意，鱿鱼掰了 ，Yuki 来了，倒数三二一零。给我注意注意，鱿鱼掰了，鱿鱼快乐，倒数三二一零 ，Movie Movie 还是那个我，坐上时光机器，打开处理的记忆。No way no， 谁怕？是要去表演，就要必须去比赛的。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的导演有多嗨，因为这次有可能会得到亚洲冠军，必须的，这必须的。还没有到世界冠军，如果到世界冠军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对，我们比较谦虚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怀钰。大家好，我是 Yunus 的徐辉。我这次的造型装扮呢，大家看到我就知道我是个赛车女郎。我是坐在上面的那个。哦，坐在上面那真的，我有参加过赛车。下次好像可以看一下。不过一看好像导演说我要很苦恼那样，小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体验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烦恼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所以你到底在烦恼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就说烦恼就好，烦恼就是好笑的那种感觉。Voking 跟 Waking 风，然后主要是以 Waking 为主，啊，甩的是最多的啦，这种的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。对，就是很多的手势，对，所以我们这次甩手甩最累，我最难的舞步跟最喜欢的舞步都没有了，原本都很喜欢，有没有？后来自己跳那个 Waking 的时候，想说，哦，好酸啊。哎，重点是他们手很快，对，手都很快，然后脸都不会动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就是这个眼神，哒，咚。就是幸好我没有参加这个舞蹈，看每个都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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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你只要甩手，一直甩手，一直甩手，你知道吗？甩手。然后要跳这个，有没有甩？是啊，你知道我跳这个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是 voguing， 是我们来就好。哦。每个人都在甩。对啊，在地上给我那个 voguing 摔，然后就甩，哇，我打到你。没有，你只在我腿上鞭刑了而已。我印象深刻哦，应该就是刚刚做了30分钟，然后要我来学，哈，学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。原来我要这种妹哦，这个我们来就好，这个你不用，我们两个是 battle 吧？哦 battle 吗？压力要这么大吗？啊、好，那下次就会看到我们合舞。Yuki 徐怀钰 fit Yunus 徐威的倒数三秒，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收看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耶耶耶。